2016姻缘配敲定。我真诚的相信他是能够让这个国家加分的人选。您能配都算，您能配都算。总统大选倒数60天，小英昨天宣布副手是辞去中研院副院长的陈建仁。现场来的媒体比小英宣布参选还多。我们是走向天堂还是通向地狱，是迎向光明或者进入黑暗，都取决于台湾人民在2016年1月的重大选择。蔡主席征询我担任副手的意愿时，叫我的太太洪总主教和选择院长，院长院长舍不得我投入政治斗争的漩涡，他也希望我能继续留在中央研究院。现在我愿意站在这里。陈副院长是这个国家的公共财产。SARS 疫情最严峻的时候，吴梅受命担任卫生署长的时候，稳健沉着的表现，整个社会都可以对他完完全全的信赖。蔡英文宣布副手的记者会没有昔日党内天王受邀出席，只有蔡英文竞选核心干部。你能战胜，点亮台湾。几个月前有一次陈副院长来我们智库开会，参加我们的政策讨论，我曾经跟他说，谢谢你来帮忙，以后可能还有需要你大力协助的地方，那个时候请你不要推辞。陈副院长应该听不出我真正的意思是什么，那个时候他已经正式的被写在一张不是太长的一张名单上面，名单就在我的口袋里。高雄市旗山区三协里的陈建仁亲友说：“与有容焉，很谦虚的，不会说我怎么打劫，或者说我有成就。”动新闻综合报道。